你以为的当官游戏，收集资源，集结军队，扩充领土，真实的当官游戏，开局随机选择身份，只有通过判案才能升官，108种官阶任意进阶，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，全凭自己选择，官阶越高难度越大，往往一个小细节都会导致判案失败，而且还有一只小游戏玩法等你体验，这游戏只烧脑不烧钱，这才是真正的当官游戏。么么么么么么，大么么鸡。